分马，沈五铺，喜怒哀乐齐台上，危不退是本主，一座四十一人，李文固太师是我徒弟。说起李文固，受可惜啊，出任民国56年。李锦书老师和李文光先生合作，李锦书老师担任编戏和作词的工作，蔡希忠、潘岩、阿叔等等的角色。平均地位唔同多下的呢，客家上的上好的，伊个暗暗的角落的伊个人民呢。带成神话的一个心声哦，嚯，相当感动。伊虽然讲也从个环境之中咧，佮伊讲来讲咧，伊咧，伊要本本创作个样咧，佮伊诙谐的，哦，很调皮的歌咧，来表现当时台湾文化在受到压力的时间咧，伊咧本本有啊种个坚持的心意咧。春天来咧，麦过年咧，快过年咧。大家都喝食菜无限，新欢喜哟，新欢喜。两步走，走到阿公子门口，看见两人开山金草，多大气，唔知娘扮，唔知是娘扮人，你过来帮忙啊！
山歌上哦，等下冲条山歌来聊一点。来好生意呀！请问尊相太娘，看来斯文让俺唔正经啊，敢闯三哥来撩你？嘿嘿嘿，俺都阿姑哥啊！哈，阿姑哥哦，个姑哦，系姑咪个姑啊，是咩个叫姑个个姑啊？爱滚系乜个姑？嘿，我可是叫姑的那姑，叫姑的那姑呀。讲大批是真神气哦，用起阿曲麦哦，唔怕，阿切阿弟，你就从蒙古泰国出来，蒙古歌有唱，来老爷，嘿嘿嘿，春暖花开十里香，今夜专程来到西郊河。唐公叫不要个阿曲妹，三个如何都断掌。哎呦，蒙古哥，嘿，对面那四阿妹哦，出口成歌，对答二了哦，我觉得可能有阿曲妹的地位哦。安尼啊，好，我都好爱前面来对歌诶，阿曲妹也系断出了，系咪加班阿做老婆？喂。对面的阿姐啊，哪位是阿曲妹啊？请问先生尊相太名？哦，唔问爱相名哦，本人相你名为国，人群为名的三国军，你是三国来帮分，俺不投三国当正头。嗯，哎呀。以前我最有名的地文古山啊，山歌经。山歌经哦，我看是妖魔经。敢闯山歌有江万年，各种妖怪爱江歌。莫杀黑话，我比你先买。木工哥，我你行过前看较清楚诶。好。阿江哥。爱看的阿曲妹哦，当然那也是阿曲妹，对歌的对书的，全部带对了一桌老婆。哎呦，给谁本真爱哦？放心啦，阿婆唔会亏待你啦。喂，对面那些阿妹啊？娘哎呀！俺恁原本地文古秀才，心情怪烦意，想要同大家对山歌的，唔得哪还对书的？全部我哋对佢做老婆啊！哥，坏你样嘅咯！哎呦，二条羊，哎，文古哥，二条上羊哇，嗰啲二条羊是咯？二条哪有可能羊嘅咯？二条系羊嘅，我哋两人就跳河。哎呦，跳河啊，上司哦，唔好啦，今日忙讨老婆呢。喂，打论咯。风声嘞，人歌渐渐会个人咯。
安慰他的心哦。哎呦，两位先生啊，俺外个换气换转就上来看俺啊。好了，别黑太风滚得宽呐。哎，你好哦，相思啊，莫言莫言爱。不可以，做嘛不一定宽哦，宽嘛宽人家。又来一个三公妹。哎呦，一家一个比个电影下啊！喂，共产三国不输爱，爱的凤凰不是假的，凤凰那么开口是自己莫乱乱抬。嘿嘿，留着吧，头那扑大又扑大哟。唔出爱自己哟，唉，可惜喏。凤凰张鹤台头前躺太亮机面缝一擦头熬熬嗯就把个头熬熬好来跟着我来谈呀两人我谈出了枪斧就会转落来简单都不能堆出来的。哎呦，没面了。孙刘好，俺的错好，爱怎样的好？我爱的母呢哟？母，你怎么？三更半夜东阿响儿，全身呛起鸡马皮。鸡马皮？俺就唔讲鸡马皮哦，一心就想了脸的。你想恋爱哦、嗯、也容易了容易啊容易前程也投来可有几重有几重龙哥、欸、你看我投来有几重啊你们一投来有几重啊没爱出错嘞没爱出错啊龙哥哥来以后哈爱存款啊哈一一三七五六七八九十，我来听不出来，不买你好吗？来看哦，当拿来全是油呗，放狗屁！错！哎呦，臭啊！我哥哥放狗屁啊！吴哥哥，哎，上头咪要告诉咩？啊，错！
冲阿姨顺龙翻来看。哎，连七家头呐，有几重都唔得，相爱同爱对三个哦，小心人呐！小心人呐！内相爱爱唔讲哦，加油头呐，千万担。妈咪呀！有头拿千万担嘛、哦！哦嘿呦嘿呦，高数千万担！啊，讲真来，咦咦哦哦，侬对唔出来，还快死！深夜在开农户，看头头。你咩阿舅妹都当当对，嘿阿舅妹都起出来。好生谢上阿曲妹，请问先生哪也来？此故三个穷口出，不怕高叔好文采。文姑哥，也真正是阿曲妹哦。哎呦，那条谢谢那是人哦。哎，府里大门又臭又吞，也烦高叔。蛤蟆呀，匆匆过，乖乖乖乖，上头老婆，蛤蟆像是天鹅脚噶，问起噶，跳啊跳如何？跳啊跳如何？哎呦，又跳河！哎呀，莫安尼呐！把我的安排结，金冲山谷来了人，一面等上来安讲，过上如何？不说有唱的来冲山歌，哎，有唱的来冲山歌，有烟道吗？可以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哎，有唱的来冲山歌啊哩，马好啦，赶紧跟都冲下来冲山歌。来播戏，有情人。
生怨叹无路用，谁人无家庭，情如何判相同情，自己爱分明，我可比走马灯，转无停，转无停，凡事着意志爱坚定，才袂予人来批评，过着才光荣。吕京守老师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
他的歌有时代的风景，有小人物的故事，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而他是位客家人，他写出了许多客家的可爱。我也是位客家人，接下来我就要带来老师的这首《客家莫言》。传仙给自由，永远难回头。情人平添爱愁，情伤开三秋。个情安好呀，那做何的安呢？看那叫自然的，情伤我叫子，一定能好过去啊。唔过贴贴鼻上哦，开到唔然来干嘞，冲啊冲啊嘞，啊哪点？佮唔好做安尼缝缝安尼，佮
因为唱歌的当然去表情都好，不过是因为你都会安尼啊，唱一个一个有面子吧。大家好。
酒心一个心一个，偌好你甘知？嘿，下尾放大足气送啊我，来饮一杯。两无关系，嘿，来来一杯的朋友好兄弟，阿妹来啊，实一个实一个，偌好你甘知？哦，谢谢谢谢谢谢，哇，真感谢哈，谢谢。我讲今仔穿安尼有潮无？年轻人讲我做潮啦，哎呀，其实唔是啦，因为年纪大吼，我今年我那37啦呢，年初啦，年次啦，穿安尼低，看起来较少年。咱年岁来讲年纪较侪吼，啊，就穿安尼，穿安尼较少年。啊，佫一项就是配合着咱。交通吼，那交通啊，直直行路，交通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穿亮一点的颜色，嘿，安尼啦，车看到咱主动伊就家己弯弯。开开玩笑，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哈，能够在这里为吕老师唱几首啊，伊创作的歌歌曲哈，拄只啊，我唱的这个合袂好，合袂爽。哦，最美丽，这是布袋的时阵啊所唱的，啊，搁有较等的，搁要唱的歌，今日伊拢是唱伊所做的歌。我真侪伊的歌啦，亲像较早有一块迄落啥物，比较客家的调的吼，一块歌叫做《阿娘十七杯》。寒枝开花啊，你都捧啊捧啊迎，阿娘啊十八是当啊少年哦，哎呦，迄穿衫流行到心情，看甲真个参你，你着起啊脚酸哦，哎呦，那叫啊你都小妹啊喂，那叫啊你都小妹啊喂，啊，这嘛是较早。伊迄阵在那个时候啊，他是为我制作一些唱片哈，有真济歌哦，不只讲这最美丽啦，啊，搁有迄条较早布袋戏的时阵，咱拄只有看到布袋时阵是伊当青影的时阵，布袋迄个时间呢，啊，搁有唱一块吼，哎呦，足古锥的，恁拢唔捌听过《碧雕》，你知无？迄布袋不是讲《碧雕》啊，足歹啊，夹一支拐啊，你话啊，《碧雕》啊，足歹，伊人伊嘛做一块歌，《碧雕》啊，《碧雕》。你比我是较缘投，上无好女对你嘛情意高。啊，我是烦恼无得乱吵吵，今年才39，一年一直老。阿娘啊，生水伫人道，啊，应该是咚当咚当咚当。所以，李老师有做真济歌曲。要唱袂完啦，唱袂完，真实唱袂完。所以讲，伫迄个时间，伊常拢甲阮做伙，啊，拢会讨论一挂歌，伊嘛啊，摕一挂歌到我厝个内底，到阮兜啊去啊吼，啊，大家来想讲要唱啥物歌，啥物歌安尼。所以讲，非常怀念个吕老师个歌曲吼。好，来，无我即马过来唱，即嘛是同款，一块老歌，即是我出道时阵，我都出道时阵就听到即块歌。就是古培生的流浪里，这个嘛是伊做的，好，来，咱甲听看嘛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
自从我毕业后，找无头路，爸母呀，你老袂靠阮的前途，找到一个男儿应该。手提着有皮箱，随风来漂流。阮厝外的主张，希望会成就。关于多一项，也是做工，为生活不惊一切的苦痛，做到一个男儿应该。高志的歌叫做《老实的歌》，嘿，这个也是他做的哦，来听看看一下，来，小姐来了，好来。小姐小等的袂记倒位，小姐小等的袂记倒位，嘿嘿嘿，你袂记倒。小姐脚水啊，怕你怕你，小姐脚水啊，怕你怕你，嘿嘿嘿，我愈看愈喜欢。老实啊嘞，小姐小等的袂记倒位，小姐小等的袂记倒位，嘿嘿嘿，啊袂记倒位，小姐脚水啊，拍哩拍哩，
小食卡水啊，啪哩啪哩，嘿嘿嘿，我愈看愈喜欢。老实啊咧，谢谢，感恩啊，谢谢哈，再见，欢迎再过来修宴哈。感谢在座好朋友呢，今仔日会当来屏东，甲在座好朋友大家见面，我感觉非常的荣幸。但是今仔日是这个吕老师哈，吕金寿这个纪念音乐会，啊，就是伊哈这个诗写是，我上遗憾，今仔日上遗憾就是伊诗写因的家属吼无通知我，啊，所以连来给他上香都无，我感觉非常的遗憾安尼，啊，心内感觉非常的艰苦，因为伊在生的时是真甲阮话真知己吼，啊话真照顾我，啊拄出出道的时，这吕老师对我真照顾安尼，吼，起初也未唱布袋戏的时，我就甲伊熟悉啊。啊，所以伊真照顾我呢。啊，过来换唱布袋戏的时，伊嘛是时常拢来好话来找阮安尼。啊，所以
即摆就是伊个即个，即个纪念音乐会，啊，所以我才知影讲伊已经吼，即个逝世安尼，啊，所以心肝咧真痛苦，啊，也感觉非常的遗憾啦，因为家人伊个家人吼，家属无甲通知，连来甲上香都无安尼，所以真遗憾安尼。啊，我今仔日唱这首，即个《冷霜子》吼。嘛是李老师的作品安尼，嘛是伊的作品。伊以前在世时吼，做过的歌曲有够多，《人生》啦吼，迄作轰动的，迄那是互叶启田唱的呢。啊，佫有即个《台东人》啦，足侪啦吼，我记袂掉，伊的歌曲有够多，啊，拢真轰动吼。啊，所以今仔日来遮吼，来即个追思啦，吼啊。感觉非常的艰苦呢，因为伊做人嘛真好，啊，阁是真有即个才华的人，啊，遐尼早就逝世，所以我感觉非常的遗憾安尼。啊，我继续阁来唱一首，嘛是即个布袋戏的一首主题歌，叫做《粉红色的腰带》。谢谢，感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在座的这个掌声。继续我阁为大家唱一首《苦海女神游》，谢谢，感谢，谢谢，谢谢。
情的太阳，好运的沙漠，别阮满身的汗流，甲淡薄薄，拖着沉重的脚步，要走千里路途。阮为何，为何沦落江湖？千里无一个小石门，心头酸，心酸孤单路。为何命如此？谢谢。各位现场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文玉。风可有一边失去，相逢不容易，
冲咱去沙岸，一起安爽快乐向天。今日爱永恒在上边，见面已求安神奇。还有目界了后缘味，春金烧来饮本意醉，不醉不归。谢谢，友情真可贵，有情真可贵。烦恼的世界降临，太假又顺皮，想起了后生的世界光景，随光阴流流逝。今日爱永恒在胸。见面已求安神奇，友情的可贵，还有目界了后缘味，春金烧来饮本意醉，不醉不。是望大家，大家好，我是罗文一，很荣幸能够参加吕老师的这个音乐会。其实我还呢，过后生的音乐创作人啊，不过这次也要谢谢客委会有这样的一个棒的音乐会，让我们年轻人，像我小时候，我以前是比赛五等奖的，而且我是唱台语歌。然后呢，那时候就认识好多关于吕老师的作品，包括那个黄西田大哥唱的《古培修的刘龙梨》。然后呢，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唱到台语的歌曲，那要我唱吕老师的客语的歌曲作品，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样，那因为呢，我们要保留它的原汁原味，你们听到的编曲。像这样的风格其实我比较不善于演唱这样，但是呢却有一个全新的体会，也能够让我们真的年轻后辈，因为吕老师的以前的作品让我现在能够自己写歌，他们对我们的后代音乐人的音乐的养分，在这边我要谢谢吕师母，好像也在现场。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音乐的力量传承下去。那接下来我要唱这首歌，你看我还能下本还能蜜农还能够蜜农会讲的颜流，我最重要下本还能爱的妈妈一条歌，很多颜流强风啊，我要弹吉他，充满大家弹。我们客家歌曲弹起来嘛，可以带满的抒情，带满有气质，什么？烟柳强风，烟柳清风。水呀好摸，天茫公秋风长，不管有一道烦恼，是对人讲，眼流那个孤寞，流汗那流水哦，心如日子盼望，今日谁呢？有重阳眺望。穷绵绵的拍松塔顶，一家人的冲凉行过，一撮一撮弯弯山头，心思情比空。落烟柳，吹强风，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长春梦，满云梦，比了家庭。一生有几多？夜了下，点点错，错点叹，故事慢慢讲。俩下不爱就不认得了。
时故意不喜，三不是无头，希望身体来健健康康，好好等到向前方。跳舞，将绵绵的拍松，踏遍一家人的重量，行过一座一座万马山头，心思千里空。落叶了，吹强风，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像春梦慢云梦，比了家庭一生又一冬。夜了海，点点错，错点谈故事慢慢过。了下本爱就不一朵落。吹过春夏又秋冬，长春梦慢云梦，比了家庭一生又一冬。夜了下，点点错，错点长故事慢慢讲。了下本爱照顾一朵落。三年后的两条国文哦，还能看到客家界，一个讲客家界的国歌，您讲连请，我送他个听话充好，跟我一起打拍子，各位年轻朋友们。
开心能够来这边分享这些音乐，让我们年轻的音乐人也把这样的歌曲传承下去。感谢泰港，什么泰港？想起往事怎样叹，叹尽又一年。今夜何故黯然？也给故事来写了啊，也给诗句曲吧哈。我爱个朋友哈，吴胜之哈，吴胜之写的，俺们嘞两个人有俺嘞。合作哦，个歌曲啊要合作写啊，啊，反正都爱啊，心就讲啊，自家要冲哦，啊要自家要爱要哦，自家要冲，马个都自家写哦，我想不唔好意思啊，按个东西唔要太想法，可是我那我爱以前吴胜之老师。就是贫穷那种的哦，俺们都祖宗，都是买下，俺们都没，就是祖宗的，俺们贵祖宗，就是唱这条歌的哈，以前唱这条歌唱的最好听的，如果话爱听模样的，俺们实在要下有样的了，但是歌都常常酸呐。讲起对我。
中共恩母人。团亲又一年，今年何苦安人叹，也伤心也冷，心事匆匆。讲不完，讲不完，难言你自处勇敢，何必添麻烦？什么台噶？啊，台噶好，我是王志贤，我是黄子轩，跟他讲东晋总啊，因为要唱那个前辈的《抹言》这首歌曲，《无言》这首歌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第一次帮黄连玉老师弹吉他表演的时候，就是唱《抹言》这首歌。十几年前，在我还没有踏入做客家音乐之前，那。今天的音乐会其实说到吕金守老师，我曾经跟他通过电话。吕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人，非常体系后进。那他那时候讲到吴胜志老师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过，吴胜志老师是他觉得客家音乐圈一等一的人才。从他的语气里面听得到他对后辈的提携，对后世客家音乐要传承下去那样的盼望。那今天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盛会，待会要唱的这首歌呢，我想受到吕金守老师很大的影响。这首歌叫《鸟嘎嘎》，吴胜志老师的作品，有听过吗？等一下手借我一起打拍子好不好？谢谢。
烟摊子甲当初按啥土都给烂嘛，怎会麻烦度量有差，打扮就痛爱冤家。只有今夜朋友来约束，有爱送酒家，祈求出痛出痛痛痛痛痛爆炸了，落到牛家家。接下来要加速了啊！做给男人出外打拼，难免也回家。祈求天发大送大家家人去调查。只有今夜朋友来约束，用爱送酒家。祈求出动出动动动动动爆炸了，落到牛家家。房价只甲水在伊拉公婆买片沙，只有今夜朋友来约束，就爱送酒家，啤酒出动出动动动动动爆炸了，落到牛家家。烟摊子甲当初按啥土都给烂嘛，怎会麻烦度量有差，打败都痛爱冤家。只有今夜朋友来约束，有爱送酒家，啤酒出动动动动动动动爆炸了，落到牛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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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个？爱草草草草太过草。
算是哈嘎回头暗涌你为了神发的上升我妈做的对待听阿妹煮出 ABC 怕把一般干你去哈嘎小草莫带币你什么干草草草草太波草是老火是空爱草草草草上芒草一条钱对不需要莫紧求莫紧求不一时动哈嘎那小草哦何时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爱克乐 I Color， 我是阿 Kim， 我是大雄。哇，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呢，Andy 有上音哈，我们年轻人提起白哦，接触到那吕老师来作品。那其实我们的客家话也好，或者说对于在写歌，刚才听到大家很热闹的歌叫《客家小草》，不过接触了吕老师来作品以后哈。那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对于客家文化、该客家歌曲、该谚俗，有一种底蕴在，所以对我们这一些像一些转音啊，或者一些很客家的感觉，特别是我觉得虽然讲莫穷个水台啊，但是对家乡、对故乡个感情，哈，我觉得是一样的。所以接下来要带来这《故乡新希望》，谢谢大家。什么来个？接下来，爱情六月天。
从地球悠悠几年，春茶天啊也难相见，相思真可怜啊，泪情的流也甜，希望大家
吃好吃，头顶顶，地点啊早无相无情，一千两千啊起起用，叫伊送保花梅。南月日头花少无，阿娘我只。陈说，欢迎太感恩今日来到一位共同来欢迎李金树先生的音乐会。接下来，我们欢迎有请王连玉先生。太感恩，这爸爸。Thank you.
也莫转无脚。放起来，冲人的水果啊！太假，太抢了，不是假的。好，好，谢谢神霜安子生。太师傅带了一下师傅说父母赏神，你说父母赏神，父母神赏，乃是父母神赏，爱讲法呀爱讲法，太上披公山里的平平木竹枪烟年公看到爱背景，虽然爱是出路上看来无亲情，算命的讲爱是一两命，也不是打扮枝枝叶叶渐渐你共唱门梁，爱相唱爱不爱人，虽然爱是出路上看来无亲情，算命的讲爱有一两命，也不是打扮车安子社啊，今日安部的音乐会，唔知大家听到有欢喜冇？哦，有欢喜。希望呢，今日安部的音乐会要做念真念美啦吼。啊，呈现李金树先生的作品。因为呢，这个作品就当有时代性啦吼。就算几啊十年安谈下来吼。也唔会过时咪，错冇嗬？糖又当好糖哦。李金树先生咧，不止喺台湾咧客家音乐嘅先锋者，佢还系咧台湾音乐个做千多好多个，台湾音乐嘅做千多好糖嘅，出经典嘅好糖嘅一只咁厉害一只先生嗬，可惜啦。冇一多年认识佢，讲一个细细的故事啦，在民国79年的时间啦，吼，我嗰样是30岁，第一摆接触音乐嘅工作，我在录音室里个地位都做录音师，听翻我唱嘅一两首歌诶，水果还有个父母赏神，父母欣赏，还是。
彭先生，你阿两首歌呢？总爱记两事吼，然后李金树讲下，我落去录音呢，就二十八年前，我只有参与，我老李金树先生呢，有安样个结缘呢，哦，后来呀，唱歌在人家面前唱歌无言的阿首歌诶，吼啊，我想，这样样个一唱，落去也有缘分样个吼，唔免讲唱无言啊，无言还有缘分。这样子没想到讲，金平还会去到的，刚好来参与金平阿伯的演唱会啊，音乐会，这样来想，应该要来多谢，也很多乡亲的支持，还有安尼合会费吼，太的支持了，从，很有意义、很重大、很重要的演唱会吼，也非常的感谢合会费。按支持安尼客家界嘅前辈，啊，也有啊，一般啊有啊，我机会坐得在个台上，继续留李金树先生，结缘，真见当有缘，好，开始来唱一首我都客家嘢。我们现在来欢迎这首歌的主唱陈志明先生上来，好不好？也是李金手老师的好兄弟。谢谢孟家。哦，阿弟来唱单有意思啊，哈，演唱嘞。哎呀嘿，阿家人，平安过金树年，民族。我娘爱一辈子中你爱爱不能不应同发黑你就会黑你天下发几千年来全都已经默默自己的蔓延三难三百度有客家人，呀嘿，一定要笑起你。好听哦，好，陈志明，感谢，谢谢，来陈志明，今天阿勇呢来参加李金树先生的音乐会，谢谢，也是个这个。朋友的黄天一，刘影石，刘影石。天下花，几千年来传到已经，茫茫自己的蔓延。山南山北都有故乡音，
珍惜天然的雄鹰，是全世界一出名人，跟那客家人也是一定优秀的人。今天什么感觉的家阿叔叔，阿叔叔，晚安。啊咩？你喺度？我见你喺度啦。我见你喺度啊！冇乱叫呀！我叫你，你好意思叫我陌生咧？啊，陌生咧！来来来，讲国术爽快啦，好嘛？好，来一下，哎，你阿前边表演咧国术讲阿来爽快来，掌声一下。谢谢老师。耶！神伤。哎，还有玩意啊，罗英罗老师，啊，还有还有上一批啊，爱卡啦，哎，黄子轩，来，数钱数一下哦。安子轩喽，晚安晚安，张磊雕，要变要变。各位来宾，感谢您的莅临。